可以。好，来，一这样写，哦，从左边开始，然后从这里往右边带，往下写，往旁边来。一，为这样写，我刚刚讲的是这样写，平行，对不对？这样过来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下来，再过来，再从这里过来，再下来，安尼。意为千克，千写在这里，好，然后平行，对不对？往外，然后呢，这个一个令，啊，下来，然后从这里左边往右边写，下来，做千，哦，这样对不对？千克，克怎么写？中间。往下，往旁边，再往下，然后往旁边，再平行往旁边上去，往下坐，出去一点点，哦，不要为了要电尾而故意电尾哈。千克去长沙，去的写法可以这样写，两边出去，啊，然后可以横画过来也可以啊，然后这样过来，下来，千克去长沙。长一、二、三，平行哦，再平行，然后这样过来，上去，下来，往旁边坐，千克去长沙，沙，水，对不对？然后中间一竖，然后两边出来，这样过来，下，往旁边来，这样过来，长沙，再来呢？希望长安，希望的希，嗯，啊，这样过来，下往上，往旁边出去，哦，参头位置在最上，啊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从这里再过来，西，好，望，望是一个王，也可以这样写啊，希望，有人现在都是这样写的，希望，然后再一个月，然后一个。平行线往右上按住，希望啊，长安，长安的长，刚刚跟这个长我是有点区别，所以可以这样写。好，安尼，看好无？安尼过来，长安哦，长安，安，其实这样写就好了。安尼。平行往旁边出去，希望长安。啊，不见家，不见家的不，这样过来。啊，下来，中间下来，往旁边来，往旁边坐。不见家，不见，见是一个木。平行，再平行，再平行，好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下来，往旁边来，加，加怎么写呢？中间，下来，再下来，一个臀，往旁边来，这样过来就好，稍微弯，然后平行，再平行，哦，来，再过来，希望团不见加。好，可以好，再来，黄鹤楼中吹一笛，黄，这样过来，下，往右上写，坐，哦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哦，黄鹤，这样过来，下来，平行。再平行，再平行，出去，下，哦，黄鹤，楼中，楼中楼啊，这样写。其实楼还有一个宝盖的写法，楼。
罗中，中，安尼，罗中哦，吹，吹其实还有一个写法，怎么写法呢？一个，其可以三个了，三个比较像吹，对，比较复杂。哎，对呀、啊，然后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再过来，往右下按重，吹，吹玉笛，玉，一、二，这样过来对不对？这样出去，出去，去，这样，好，玉笛，笛，还有更复杂的写法，好来，一二三，下来往下按重，吹玉笛，好。再来是江城五月落梅花，江城，江，然后从这里下来，江，好，城，下来。出去，江城五月五，哎，向南下来重，出去五月月从那过来，落。其实可以运很过去的，落梅花，梅，我们用那个煤炭的煤来接也可以啊。梅花，花花。可以这样出去，梅花，哦，梅花，好，然后呢，这个花是这个花，哎，没错，好，再来是李白诗歌，哦，因为它题目很长啊，所以，但是其实中国诗词就没有题目了，就是后人。后人故意跟他说有题目，其实是没有，只是说是有。为什么做这首诗？做这首诗的原来的用意是做什么而已。嗯。啊。所以什么枫桥夜泊啦，其实用意就是说，我在枫桥那边晚上住了一个晚上，安尼啦。好，就 OK。好，我们来盖章啊。盖章盖在姓的旁边或者下面一点点。好，好。鸭脚就不用盖了，鸭脚。一尾清客去长沙，西望长安不见家。黄鹤楼中吹玉笛，江城五月落梅花。五月落梅花是比较晚了一点点哦，嗯、对不对？对。大概我们家在三月、二月就落了。